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比较高雅的运动娱乐项目，比如说打高尔夫球就是一项很好的运动，它对身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，也是现在很多朋友喜欢的一项运动。那么经常打高尔夫球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呢？高尔夫是一项非常健康的运动，除了能娱乐身心之外，还有养生的效果。有人说打高尔夫球治百病，这话有些夸张，但长期坚持打球后，身体从内到外确实发生了很多有益的变化。而高尔夫对于健身者来说，更是一项集力量、协调、爆发力于一体的运动。本周的健康好 Easy，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高尔夫如何从头到脚、由内至外地改善你的身体。敬请锁定周日晚间6:30国语一台以及9:00无线三台的健康好 Easy， 健康有理 Easy 执行，请吃饭不如请打高尔夫。